整个囊括了着陆厂区1300平方千米的一个面积。当返回舱即将落地，我们指挥机进行指挥，我们5架机同时飞向理论着陆点。我们可以随时根据它通报的预报落点进行及时的调整。 我们人员的技术和装备的状态都达到了一个特别良好的一个水准，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在回收当天做到安全高效、快速抵达、稳妥的将航天员接回家。